首次单飞歼15战机，紧张之余更多的是激动和欣喜。认真完成歼15飞行训练后，在 LSO 的精准指挥下，我顺利完成首次单飞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严格执行新大纲要求，紧贴实战，开展战术编队、低空突防等训练科目，不断提升歼战机飞行人才，培养智效。 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，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